拜前，我哋收到个匿名电邮举报，话喺马会负责逐字彩嘅操盘员，佢涉嫌贪污。重案组高级督察刘宝强，六 Sir， 点解跟踪事件 ？ICAC 查案唔方便透露。你几时见我古惑仔啊？惊 ICAC 噶，直接开始啦！嗱，我哋又查凶杀，你哋又查贪污，虽然 case 唔同，但目标一致啊嘛，系咪？你冇怀疑边个？但佢俾老点查紧嘅，呢单嘢一定同外围波有关。我哋查过上个月嘅欧洲球赛，的而且确有问题。凶案现场只系得你一个人咗，你想问咩？但你信我一次，呢个人唔简单。你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，要正式拘捕你。